Hello， 各位，这里是夏分音乐。要说呢，最近沉浸在开年大瓜中的我，这猛一回头才发现，网上竟然又火了一批神曲，其中有新歌，也有十年前的老歌。那么今天我赶紧来追一下作业，推荐三首最近很火的吧。第一首就是成功登上各大音乐榜单第一的《错位时空》，歌曲由95后音乐人艾辰发行于本月的1号。这位从2015年就发布翻唱作品，到2017年首支原创大卖，再到如今全粉百万，他的嗓音可以说擅长驾驭古风、二次元等多种风格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那我们算不算相拥？可如梦初醒般的两手空。而这首歌的情感表达也是相当的有感染力，不仅评论已有10万加，话题播放也已高达21亿，变装翻唱更是不用说，简直是一条龙服务啊。而就在前两天，一个上班下班两副面孔的话题着实吸引了我的注意。虽说小姐姐们身为打工人穿的也是够土，可一旦下班就换来了个360度大转变，估计这连亲男友都很难认得出啊。而在视频中所有的 BGM 都是这首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， 出自塞琳娜所在前乐队2011年的专辑。歌曲不仅融合了欧美 disco 元素，动感十足，组合也凭借此歌荣获了多个音乐大奖的提名。在无趣荡的波涛，也从不在梦里飘摇。海蓝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。初夏春秋难消，你是否会知道？房前的明月照，你独自一人远眺。白月光是年少，是他。最后一首是话题播放41亿的《白月光》与朱砂痣。说实话，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表情是这样的，后来才知道歌名是取自张爱玲小说《白玫瑰与红玫瑰》。没文化，真可怕。只是没想到，如今歌曲更是成为了画中人仿妆的 BGM。那么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。这里是夏文音乐，我们明天见啦，拜拜。假如插画中的人物被拍成了照片，也从不在梦里飘摇。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。朱砂痣秋难消，你是否能知道？窗前的明月照，你独自一人远眺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想看更多好听好玩的音乐资讯，欢迎点赞订阅下凡音乐官方频道，我们明天见啦。